极乐世界，无量清净庄严，全显当人自性，心作心事，理思无碍。我们看这一句，这对极乐世界的赞叹。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到底有没有？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。不少的宗教都认为这个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，造物主造的，上帝造的。佛法里面呢，没有这个说法。讲的最清楚、最明白、最简单的，我们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那翻成我们现在白话是：没有想到自信能生万法。这万法宇宙从哪里？自信所生所现。真的是假的？到今天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宇宙三个奥秘在这个世间带给大众的困惑，特别是哲学家、科学家，多少人在研究这问题？宇宙的起源，科学说是大爆炸，大爆炸还有很多疑问不能解释，姑且存其一说。那么佛教不是的，佛教说是我们自信迷了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是什么？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把自信呢给我们描绘出来。这就是他的修学成就的报告，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，五句话了。前面四句描绘自信，自信的样子，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，自信起作用。自信是清净的，决定没有染污。这个话在过去我们听了很不容易懂，一般人听到呢也很难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。我们现代人听这句话感触很深，为什么？现在样样都是染污，连我们吃的蔬菜染污，稻米染污，农耕的田地染污，水染污，
啊，我们被这些染污啊，闹昏了头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佛经上给我们说，自性没有染污。那染污从哪里来了？自性迷了，就叫无明，叫一念不觉，二三无明。无明是什么？在佛学的名词叫阿赖耶。啊，自性本体上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自性本体是一片光明。老子说得好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啊，这两句话，若不是明心见性，说不出来呀。啊，所以我说中国这些大圣，孔子、孟子、老庄啊，他们都是明心见性，在印度成为佛陀，成为法身菩萨，啊，在中国成为圣人、贤人、大圣、大贤。大圣就是佛陀，大贤就是菩萨，法身菩萨才说得出来啊。这个世间真有佛菩萨出世啊！啊，西方人，我们看西方宗教，你能说耶稣不是大彻大悟吗？穆罕默德不认识字，啊，说出一部《古兰经》，旁边人给他记录，都是大彻大悟啊！不认字不认字没关系啊，慧能大师也不认识字啊。那么到今天，就在我们面前，啊，去前年往生的，2013年1月，啊，往生的海贤老和尚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大彻大悟。那我们还有幸有幸跟他在这个地球上同居了 一段时间，啊，这个世间有见性的人，啊，只是他不肯说。为什么不肯说？语言不一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可以说，讲经教学49年，可以说，那你看能大师语言就没有那个书生了，他还到猎人队里去躲藏15年，等待机缘成熟啊，再出来弘法利生，很有成就啊，在他麾下开悟的40多个人，空前绝后啊！能大师之前没这种盛况，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没看到。所以就像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里的所说的，观世音菩萨32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用现什么身，自在啊！啊，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的，就给他说什么方法。啊，在中国讲伦理道德，中国人喜欢的。在印度
讲大乘小乘啊，印度人喜欢啊，印度以佛菩萨的身份出现，在中国以圣贤人出现，在西方是以宗教，神的上帝的使者出现，都是适应人情的、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身份实现，他什么都实现啊，观音三十二应是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，是代表每一种里面都无量无边的啊，众生无量无边，根性都不相同啊，所以这些大彻大悟的人，他们所讲的这些经典，我们细心去观察去读诵，会发现大同小异啊，方向目标几乎都是一致的啊，宗教送你到天堂，天堂太多了啊，为什么众生造的业不相同啊？啊，极乐世界也是个天堂，这个世界很殊胜啊，是阿弥陀佛发的大愿，这个大愿稀有，诸佛如来虽然是佛德智慧相同，没想起来啊，阿弥陀佛想起来了啊，这就是特别慈悲，有什么方法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六道里头的苦难众生啊，一生脱离六道轮回，成就无上道，这个愿太稀有了，太稀奇了，诸佛没想起来啊，他发了这个大愿啊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他，光中极尊，佛中智王啊，那么诸佛如来看到他成就了，需不需要跟他竞争呢？你能造极乐世界，我也有能造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了。啊，那极乐世界不是越多越好吗？殊不知道啊，极乐世界不要多，一个就够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极乐世界有多大？变法界虚空界啊！所以阿弥陀佛这一法了，一切诸佛都共同享受到了。我们这在哪里？我们在极乐世界里头啊！啊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，那是佛的方便说，啊，说比喻，实际呢是就在此地啊。啊，这样大家才晓得，诸佛如来欢喜赞叹，没有必要竞争。你看条件多简单，只要信愿就能往生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